卤是利用多种调味及香料调制成卤汁，再放入食材烹调入味的犀利功夫哦。根据海洋大学食品科学器做亮度值的分析，这四道卤豆腐以三号卤30分钟关火锅中焖60分钟颜色最深，显示卤汁入色最多。难道越深就越入味吗？所谓的越卤越入味，关键就在加长卤的时间和浸泡的时间。让我们来看看这四道的盐的含量。也是第三个比较咸耶，而且浸泡时间比较久。透过慢慢冷却的过程，食材的组织会吸回少量的卤水，提升美味。制作卤味时，可以先加入分子大的糖，后放入小分子的盐，就能卤得更透更美味哦。让糖分子先占到空间，再让盐的小小冰的分子再进入食材，这样才不会死咸嘛。周大人，为什么煮一碗小卤肉饭要用这么多碗东西啊？要好吃就不能随便哦，这些都是卤的关键哦。我们的卤肉是选用猪颈肉，首先猪肉不烫水，先炒过。如果猪肉先用滚水烫过，表面的蛋白质会凝固，也会收缩。蛋白质像是隔间一样，把各成分都包住，香气出来时间会拉长，就要炒比较久。炒香之后就可以下其他的调味料了。好香哦，我知道，酱油加入肉锅会产生爆香的味道，这就是卤味公司的梅纳反应。老师，这是焦糖化反应吗？没错，焦糖化反应就是在170度 C 左右的时候，伴随着梅纳反应产生一些香味。但是控制火候非常重要。一卤多吃的概念可是包含了平民美食到国宴料理哦。